高雄燃气爆炸案震碎了一票人的心，各界对于这次事件都投入了很大的心力。来自台湾的第一名模林志玲日前也特地录制了一段影片，影片是要献给参与救灾的人们以及灾区民众加油打气。志玲姐姐透过影片说出自己的感谢，并眼眶泛泪地对他们喊话：这次参与救灾的弟兄们、警消同仁们以及我们的志工朋友们，在此我要代表所有深爱台湾这块土地的朋友们，对你们致上最深的敬意以及谢意。最后还做出加油的手势，盼望大家可以早日渡过难关。哇，果然志玲姐姐就是演艺圈内人美心也美的最佳典范啊！优酷群了，明天会更好。台北报道。